嗱，跟住忽略咗女朋友，然后你女朋友嬲咗你，我做女朋友。咁所以依人就男朋友啦。好，你忽略咗女朋友，而你忽略我嬲咗你。我挂住打机啊。系啦。你嬲咗噶啦？嬲咗啦。唔掂喎，我都未掂。唔好嬲啦。咁放松下啫嘛，打下机。笑咩啊？唔嬲啦。点解？我请你食嘢。请我食咩啊？食翻你嘅。喂，掂喎。我而家 switch 啊。同一个。吓 ，switch 噶要？系啊。好啊 ，baby 啊。咦，冇咁啦，抱着你。唉，好听啊呢只歌。系嘛？为为你。呢个边个唱噶？为明日。好红啊依家。哇，你有品味，好啦，红啦。家常菜咯，番茄炒蛋、麻婆豆腐，识煮好食嘅公仔面。公仔面要煮得好食，好难。我全部都識喎，娶我啦 ！Oh my god， 好啊！試嘅係氹 M 氹你男朋友，痛未？我痛緊㗎啦！痛緊㗎啦！痛啦！點解痛嘅時候把聲會變到咁？咁痛啊嘛！我M 痛，好笑咩？唔好笑。我飲凍檸茶。唔飲凍嘢。點解？唔可以凍嘢啦，飲糖可以飲凍。點解啊？飲咪唔飲咯，唔飲咁。我係飲啊，我係飲性，我 M 痛我飲性。你去買啊？買俾你。哦，即係我 M 痛，你都咁樣買凍嘢俾我飲，唔使理我啦。你要咩嚟煮？咁你走。分手。好。我好有信心喎，你咁認真地諗咗好耐嘅。B B 啊。你唔覺得我成日嗌你 B B 唔係幾好嘅咩？咁你可以叫我 Ian 嘅，我係 Ian。我唔想成日叫你 B B 或者 Ian， 我想真係同你生 B。生 B 啊？冇錯。要有個名分去生。即係點啊？你明我講咩？我唔明，我要生 B。你幾多歲啊？你冇理。我哋穩定啲先啦。穩定咗啦，咁都要良好經濟條件啊，起碼都要買到樓先。我唔要我生 B 啊，我生個 B 出嚟住劏房啊。啊，你睇下你又放唔到。係啊，我真係打人。係第一個過去睇佢喊嘅人嚟嘅。係啊，即係我第一個喺你面前咧，眯埋眼就 feel 到係佢嚟喎，即係第一個過嚟捉我隻手，即係你隻手都幾容易嘅。跟住我擔心，死啦！依人你喊得太嚴重，有啲腫，跟住我就有啲擔心係要。我又唔會刻意話要去做某一樣嘢去讀書咯，自己會突然間行開，即係去一個角落頭嗰度自己靜下。所以有陣時可能喺我身邊嘅人望落，其實可能有陣時都幾奇怪，即係會突然間可能行開咗，即係自己匿埋咗咁樣，跟住隔一陣又出翻嚟咁樣。我未出道之前，其實都係中意跑步，即係可能有好多表演嘅 idea 都係喺跑步嘅過程中諗。跑步嘅時候，我好中意聽歌，而我聽嗰啲歌嘅時候，我就會幻想嗰個表演係點樣。所以出道之前。參加比賽有很多表演，其實不是那個時候想，是跑步的時候已經想定怎樣去做。即一開始玩全民造星的時候，其實都是想著有個目標是即 singer songwriter， 即是都是緣分，即是機緣巧合就入了 Mirror。 那時候我們經常有些人在排很 fat out 搶鏡，其實不好看的嘛，一個團隊的時候即好像跳一樣的 step， 但其實那個力度是完全個 feel 係完全唔一樣。有陣時又喺 Mirror 入邊，咁係一個跳唱組合，咁係呈現緊一種風格。咁然後自己做創作歌手嘅時候，又呈現緊另一種自己想表達嘅嘢。咁所以我覺得都幾好啊，兩樣都係咯，好似一動一靜咁樣。所以花姐後期都係要求我哋每個人跳呢隻舞嘅時候，要有一個同一個情緒。咁而家就慢慢會識 tune， 大家向同一個力度去。與其諗好多突破，我會覺得係我哋要鞏固自己個 foundation 咯。所以我好希望我哋 Mirror 呢個團可以再俾大家一啲新嘅嘢睇，即係好似我哋今年出嘅 Boss 都係以往冇嘗試過嘅風格。好希望我哋 fans 以外嘅人
甚至是香港以外的人都有認可性。其實我要求很簡單，我就是希望以後自己不在這一行之後，大家都提起姜濤這個人都覺得他是一個不錯的 artist 就可以。反而我比較想做到的就是，即是我不停做的音樂是會帶到一些東西給大家咯。好像剛剛姜所說，即是我們出的東西都好好地，即係起碼會有一班 fans 會聽先。咁我就係希望借住呢樣嘢去做一啲可能我自己中意啦，或者我覺得可能、啊、如果香港有多啲呢一種音樂都好。你話將來嘅話，可能以後老咗嘅生活就係對於呢個食嘅追求，可能就會係我後半生嘅目標。我會想學整車。哦，整車。車都是一個藝術嚟。係啱啊。即係我好細個就中意車嘅，咁又唔係因為屋企人影響，又或者因為我由細到大已經對住好多車，係真係純粹唔知點解細個咧經過啲便利店見到汽車雜誌就會特別感興趣攞嚟睇。使唔使孤獨的美食？咩？孤獨的唔需要。即係個夢想都叫做係有一個屬於自己嘅 garage， 改一下啲車，整下啲車咁樣。退咗休之後開間餐廳啊嘛，你會自己整嘅諗住。啊，咁啊，得閒試下自己整咁樣，但係請人整好啲，或者揾個啱夾到嘅廚師幫你開嗰間餐廳咯。誒，話唔定我老婆整啦，係咪先？咁啊，掂啦。